就基本上左边那边都没办法活动了。哇哇，这个化妆间。如果你第一次看到女生加湿器的话，你要不要考虑跟她交往？这就是这边刚刚讲这边的部分。哦，这是我们原本的储物空间。这就你刚刚说挤都挤不进去。对，平时呢，其实我自己睡也会有点硌手硌脚的。嗯，这储物间的床应该这个凉确实很低。天哪。 那房间我们两个人是住不下，所以我们只好我睡这一头，他睡那一头，我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哦。哎呀，撞到了！哇！我又撞到了，超级玛丽啊！哦哦哦！我很多从台湾邮寄过来的东西，也都是直接就堆在地上，也没有把它打开的，因为并没有一个真正的。 我们的立柱盆，啊，龙头还可以两边一起使用，又省掉一个空间。哦，可以这样。对对对对，地面是蓝色的，蓝灰调，墙面也有蓝灰的一个渐变色，所以我就想有海的感觉。点点星光的时候，也是可以营造一种浪漫的气氛。是，我相信。这个天窗对我来说非常惊喜。